今天才知道你的长相很神奇吗？师兄，你看看，我们眉毛两个，眼睛我是两个，鼻孔我那两个了，那嘴巴呢？嘴唇两片呢？哎，你讲嘞？对呀、啊，你不讲我们都忘了。哎呀，你还是少讲了一个。而且我舌头上面有没有？嗯，也长两个水泡。孩子们到哪去了？小亮阿达回来了，两个人怎么今天这么快乐的样子？家里面就已经这么多花了，还要拿一朵玫瑰花干什么？这个不一样。爸，告诉你一件惊天动地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妹妹即将带一朵红色的玫瑰花跟他交往三个月的笔友，准备在公园里面，他们两个要私奔。什么笔友啊？没有私奔那么严重啦，私奔笔友见个面。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交了什么笔友？他爹没还是交什么笔友，那么才打我，一个形象面。是我同学的朋友啦，从台湾去三个月，因为怕你们反对啊。所以我就叫我同学帮我猜事。哎呀，才通信了三个月就单独见面了。对呀、啊，这样是不是太危险？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多么的险恶？你没听哥哥讲一句话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吗？从来没见过的人，你这样一个女孩子跟她见面，我怎么放心啊？对呀、啊，妹妹，你太随便了你。不会啦，爸，她是一个很单纯、很老实的人哎，而且她的文笔好好。我每次读他的信都好感动，好感动。真的还假的？一定的嘛，你听他名字就知道啦。他叫张大生，伟大的一生，多好的名字啊！情书小子啊！这有下面去谈我意。你爸爸以前追我马奇用这种方法，外面有卖那种情书大全，他以前就是抄整本才追到我。这笑笑话，我是我的情书写完之后被人家 copy。拿去出书的哦，真的，作者我还记得嘛，叫什么什么娇娇的哎，黄子娇了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妹妹，我反正绝不会让你这样盲目的去约会，你才几岁啊？爸，我去跟他约好了嘛。不过按你规矩啦，干脆哦，你叫他到我们家来了，这样子我们大家也比较放心。哎，对对，这个倒是。他看到你们会被吓到的啦。这是什么？真的吗？我们家里是侏罗纪公园啊。对对对，你是说你爸爸长得像恐龙啊？你也像啊。哎，叫他们到我们家来呢，是为了确保你的安全啊。至于你们要聊不聊天呢，我们是不会打扰你们的嘛。不会打扰你们。不要打扰我们。来来来，嗯，去打电话，好吧，好吧。哎，小孩子长大了。这个女孩子是女大不中留啊，但是他们交朋友都很好啊。好了，我女儿。哎呦，是那个张什么事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姓张？我全家等你很久了，等我。对对对，进来进来。嗯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张那个，对对对，哎，不错不错，不是你也知道，哎，当然了，我们全家谈你是谈很久了啊，很不错，一表人才，很斯文的样子啊，委外委外，这个不错，嗯，不但高以斯文，跟我还一样高，好了爸，啊真啊。哎哎哎，那这样，你们年轻人就好好聊聊啊。我们有一点事啊，我们先出去了。不不不，哎，你们坐坐，没关系，坐坐没关系，不要拘束。到了这里就好像回了家里了一样，好不好？哎，阿泽啊，好好招呼人家一下，好好招呼，好不好？赶快去办人东西。嗯，阿泽啊，吃筷子用破碗啊。你掉了一个人啊？没关系，掉
会啊，不会很难找，不会很难找啊。你口渴不渴？喝茶，我帮你茶。我们家好多只老鼠，我就出来抓老鼠。哪有老鼠？跑掉了。我以为我是猫哎。对不起啊，你们继续聊啊。没关系。不会是吧？这样会让你猫啊？会啊。了解。觉得你的文笔好好耶。我没有啊。你不要客气啦，我一看你的戏，你都好感动，好感动。我真的。是很会写。哎呀，我知道你比我谦虚哦，你不要这样子嘛。哪里有？哈哈哈哈我是买浇花，花都是花谢掉。哎呦，这做错了哟！我煞看袂出来，恁爸啦。无啥物代志，我出来看饭啦，我现在。今天来这样。好像什么事情误会了？不会啊，其实我爸爸妈妈也没有什么特殊啦，他们并不是故意要这样做。不是，真的误会了。哎呀，你不要不好意思啦，你是不是想出去啊？你怕他在打扰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五分钟也蛮好的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想上厕所？我在这边，这边，我让你带你去。你们家可能真的误会了。误会什么？我不是那个。你是说你写过那些信都是用抄的？情书打钱的 啊！真是你抄的话也是假的哈！哎呀，原来你是真的用这种方法想要骗我们家的阿德啊！不是啊，我绝对不能让这种悲剧发生。以前他就是这样子骗了我，现在还要骗我女儿。峰峰，杨贵，你们真的搞做了亏心事还笑啊？你是不然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说，我是卖卫生纸的。哇，差这么多。你们串卖，你骗谁啊？我卖卫生纸，对，要大声吗？你看花还有红花。你不能插花干什么啊？这是我们公司的 mark 吗？是什么？我是一朵花卫生纸公司。我是我们公司。对不起，一朵，我们家都用三朵花。不是啊。现在我们公司在那个优惠期间，然后买一包，我们还送一包，另外还有刮刮乐的赠奖活动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张雨生。那你说的笔友叫什么名字？张大生。哎，你们真是瞧不起他。刮一下杨子，哎，刮小刮。哎，你们啊，这次就不是办，回去要刮钱。恭喜！伯伯，你们中了头奖。头奖就是夏威夷来回机票七日游，对，还有金币一枚。张大生先生，啊，张大生，哎，张先生啊。就这么决定了。恭喜！哎，没想到我们真的中头奖，金币一枚。金币一枚，还有夏威夷来夏威夷。哎呀，我这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们金币给我，你呢，跟他到夏威夷去。